心得关系的老先生，每天透早起床第一件代志，就是泡茶、饮火、饮茶水，给家老人啉。那当阵，这只是伊做佃农的老爸甲地主之间的约定，用红茶来代替餐桌。时间经过几百年了，当初纯粹的约定，老先生一家三代，却是用一世人安尼来做。